哇，丰收了，丰收了，西瓜丰收了，我还担心卖不出去，结果这么多。老板，他年轻两个才是，年轻的才是。这西瓜也太大了吧，好大呀！年轻的，哪一个是年轻的？我看都很年轻。哎，究竟谁是老板呢？要他们拿上去。好好，等一下了。甜龙薯该怎么办呢？哦，这个好吃哎。好吃啊。对啊。不会苦啊。我知道这个要加那个沙拉。哦，主食太多吃法了。真的。嗯。但是我觉得沙拉很好，但是吃会胖。沙拉一定会胖啊，油加那么多。沙拉。种三颗而已啊。种三。不然你沾那个啊，把沙那个生鱼片那个酱也可以啊。可以可以。Yeah. 你这个够吃一餐了，可以了。一餐哎。对，够吃。生鱼片的瓦萨，那个叫瓦萨米。然后里面再放加酱油。不用，我们都加盐巴，加点盐巴进去。瓦萨米加盐巴。嗯。蘸这个，但是还是要烫过。这一定要烫过了。对对对，烫过。他们很多人用蒸的了，电锅蒸了，他说那个甜分不会跑掉。切的薄薄的再蒸吗？没有，厚厚的。整只。整只蒸哦，整只蒸，蒸熟了再切，我知道了。对，他们用水煮的会把甜味。甜味。稍微煮掉。带走，对。对也是、啊。用蒸了。哎，用甜不贵。嗯。就是太少了，这一点点。好，帮我挑一颗嘛。够吗？太大了，而且我明天要工作，帮我挑一个小的，而且我自己拿不动。前两天车祸，这个左边这只手。而且他们会帮你送上车。帮我送上车，我买来送人好了。送人要送大哥的啊，因为我开好好好，一定要好好吃哦，我相信你哈，帅哥。150，150，150。好，没问题，150，150。其实前两天我就从这边过，我就看到这片瓜地了。这种好多年了，好多十年了。当然了。这外面已经20几块了。当然了，这个我就说很便宜啊，那么大一颗才150。因为这条路很累、啊、所以没事都在这边走。对啊，外面20几块了。对啊。拿过去啊。我帮我拿过去哈。掉起来了。走。上去。好贴心了。150。好便宜啊，我觉得。